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视频。那继上一次那个第二家园 MM2H 的视频出了之后呢，我们私底下就收到很多粉丝的私信，然后问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决定了把这些问题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我很想知道的是哈，林乐，你说你在这一行呢就做了18年。那么，什么原因就是让你还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做这一个第二家园和签证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不容易做，因为你要跟很多官员啊、政府部门啊打关系啊，还有我要服务我的客户啊，我见很多人。不过我最喜欢就是见人，我最喜欢就是去了解人，还有各方面我也可以学到东西。我可以飞去人家国家认识人呐、啊，还有跟他们学一点东西呀、啊，跟可以看到别的国家的好处。还有吃世界各地的美食，认识世界各地的人，对吗？对，吃是最好的。OK，那我们的问题要正式开始了。我写下来了的哈，这个问题呢，我慢慢去看哈。So，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粉丝问到第三国良民证，那么我们的政府接收吗？第三国良民证？什么意思是第三国良民证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他可能是在某个国家出生，然后呢是这个 A 国家的公民，然后他之后就去了 B 国家，就在那一边待了大概10多年。然后10多年之后，他回来他的 A 国家，就是要申请这个，要拿出这个良民证，就是要申请第二家园嘛。之后他的政府就跟他说，你最好就是去回你那个 B 国家，因为你毕竟在那边生活了10多年，在那边申请良民证就最好。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你会有给什么意见呢？OK，其实我也碰过这样的客户，他们已经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还是在那个国家有自己生意，干活了超过10年。这样的话，我们会叫他开两个地方的良民证。第一，就是他现在在那个国家的生活超过10年的地方开一个良民证。第二，就是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就是他出护照的那个国家，才出第二个良民证。这个是必须的吗？必须的。如果说他只是在 B 国家，就是他待了10多年的国家，出那个良民证而已。政府是否接收呢？政府是要求必须要有他自己的国家的良民证，就是他拿护照的那个国家的良民证。除非意思就是说，除非他已经移民了去现在 B 的国家。明白。OK，第二个问题呀，粉丝就问到哈。买房子，有些房产中介或者发展商呢，就是跟他们说，无需要先申请第二家园就能够先买房。然后呢，就是对先买房后申请的第二家园的人来说呢，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已经买了房子，还没有申请第二家园，当系统开了，你再申请第二家园的话，你可以拿这个房子来抵押这个第二家园的政策。不过你50%个定期是拿不出来的。这个是肯定的吗？就是说，我在申请之前哈，就买了房子，然后再放在这个第二家园的话，是不能拿出来，是肯定的哈。肯定的，你必须要申请第二家园，拿到第二家园，开了银行户口，放定期过后才买房子，这样的话，你就1年过后可以拿你的定期50%出来。OK，你们最重要是先查清楚、问清楚，才来决定要先买房还是申请之后才来买房哈。买房子是肯定可以的，你买房子再申请，还是申请过后再买房子也可以。不过就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现在新的政策是拿不到50%出来。如果你还没申请第二家园，你买房子先，明白吗？OK，OK，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问到的是第二家园的申请者可以贷款吗？就是买房子啊，可以贷款吗？如果贷款的话呢，可以贷多少年？按照我的经验，我以前的第二家园客户，他们可以，肯定可以贷款，最低是50%，最高去到80%，就看他自己的能力跟每一个月的流水。OK。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第二家园签证是不是一个旅游签，又或者它是属于什么签证呢 ？OK。第二家园其实不是旅游签，我们英文叫 social pass， 它不是 visit pass， visit pass 就是旅游签， social pass 就是一个签证给外国人进来可以 freely 自由进来马来西亚，去进跟出马来西亚可以旅游啊、读书啊、医疗啊、投资啊，还是过来开会啊。这样的东西，OK， 所以就是要看他拿的是哪一个组别，对吗？对，好的。所以第五个问题啊，申请的时候找的代理呢，会不会提供后面的续签服务呢？是免费续签还是怎么样呢 ？OK， 你讲的是找代理，我们就是代理啦。我们帮你申请的话，肯定每一次更新，你可以来找我们。更新，因为以前的第二家园你可以自己更新，现在的第二家园最新的政策是每一个客户必须要经过代理公司，有执照的代理公司来帮你做全部业务。OK， 还有就是你讲的，刚才你讲到是免费的续签吗？如果你帮他续签，续签的话肯定有费用，第一是政府费用，第二就是我们跑腿费，会比申请的时候那个费用稍微低吗？肯定会低很多，低很多。好的，所以要了解的话呢，就私信 DM 我们。OK。第六个问题啊，外国人在大马的资产啊如何得到保障？会不会随时被驱逐？如果中途中国政府不让他们过来大马的话呢？大马政府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我觉得这个是不好说啦，因为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除了以前疫情的时候，很多国家的人也出不到来，马来西亚也关闭，也不给你进来，这样就有问题。除了这个，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按住马来西亚的法律，按住马来西亚的正规的途径跟第二家园的现在的要求来进来的话，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刚才说到的那个资产如何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就是说保障，意思是说他们不会说可能会被冻结还是怎么样的？暂时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有这样的问题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如果我不要这个第二家园了，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资产拿出来，我所有的房子卖掉，可以，肯定可以，因为房子钱是你自己的，定期也是放你们自己的名下，肯定你可以拿走了，除了你没有按住他的要求来做。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不会回答你。好的，那第七个问题啊，拿第二家园签证去其他的国家啊，是否和大马的护照一样？比如啊，去对大马免签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啊、美加澳啊、欧洲、日本等。OK， 肯定你去别的国家是拿到你的护照，不是拿第二家园。第二家园只有一个签证，如果你去澳大利亚，你要申请签证去的话，你必须要申请签证去。不过你可以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来申请，你不用回去你的国家来申请。他的问题是说啊，我看到的是，就是说，如果这个第二家园的身份是不是和大马护照一样？不一样，护照是护照，护照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拿着蓝色灯具，不是红色，红色还是拿回你自己国家
的身份，自己国家的护照。哦 ，OK，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拿马来西亚的护照，就是蓝色登记。如果那个红色登机了，你护照还是你自己的国家的，还是自己国家的护照，就是我们讲的绿卡，讲 PR， 你还是拿我们马来西亚的 PR 永久居留证。OK， 明白，不是我们马来西亚国籍的身份。就是如果你是第二家园身份，你要去其他国家的话，你还是要申请签证。按住你的护照的需求。明白。第八个问题啊，申请成功后，第二家园的政策如果发生改变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然后续签的话，按新政策还是申请时的政策 ？OK， 如果你现在已经申请第二家园，已经拿到批文，你的第二家园的签证已经贴在你护照里面，你就按住现在的政策，以后有什么改变是改变不了你的。像比如说我有客户已经跟我超过10年了，他们以前的第二家园定期还是15万，到现在还在15万的，是没有改变的。第九个问题，房子10年后才可以卖哈，那第10年之后我卖掉了，我还可以再续签吗？你肯定可以续签，因为你一卖了过后，你第一套房子你必须要再买第二套房，第二套房的价格要比第一套房的还高。就是说如果我准备要续签了，那我就不要卖掉我这个房子了，不然的话我买房子就要比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还高。对。那接下来的第十个问题，如果是银主 Silver， 5年后续签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政策有变化，是跟之前签的条件，或必须跟新的政策重新再申请？OK，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他已经拿了 Silver 和银主的，已经成功贴在护照了，这样如果5年后他更新的话，肯定是按住以前的政策，不是现在的政策，就是他申请时的政策。对。OK， 第11个问题啊，有粉丝说每个中介的说法都不一致，不知道这个政策到底谁解答的比较准呢？OK， 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真的不清楚你在哪里听的，还是你听那个人是不是代理，真的是执照代理公司，还是他们是跟代理公司有合约来推广第二家园，这个你自己要来看一下，要看清楚一点，看清楚一点。第三就是我们有执照的代理公司会跟政府上政府的课，我们肯定要上课，要有培训还有我们会跟政府有一谈话，就是有一个 debate session， 有谈话，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可以要求官员来回答我们不清楚的东西，还有我们不是只有见一个部门的官员，我们是可能见不同部门的官员，就是给你们批文的那些官员。所以是就是说代理公司说的东西都是依照政府开会时跟你们说的东西，然后呢你们是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对的。所以大家就要先清楚知道你听着谁讲啊，就是跟你说的这一些说法的人究竟是来自什么管道的，可能他们只是普通分享，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先清楚了解是不是第二家园执照公司的人帮你解答的。 OK， 第12个问题，有粉丝问可以咨询国际学校吗？你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推荐及申请？有，我们还有跟很多国际学校是合作伙伴，他们会如果我们有客户我们介绍过去的话，他们肯定会带你逛他们的国际学校，跟了解他们的国际学校跟他们的费用所以你可以安排他们去一日
考察国际学校、嗯、是可以的，很好。第十三个问题，粉丝问、嗯、不在自己护照的国家啊，可能在其他国家生活、嗯、能申请吗？可以，肯定可以，不过最重要是文件。如果你不在那个国家，比如说我刚才有讲到的，他的、那些良民证能不能拿到在那个国家，还有你的证明全部是在那个国家，还你自己的国家，还是你现在生活的国家。如果你打算是用你现在生活的国家，像你的存款证明，这样如果你是在那个国家超过十年，你的存款证明是在那个国家的话，这样你就给那个国家的文件给我就可以了。嗯，所以第十四个问题啊，嗯，存款用股票账户的余额可以吗？如果这样来讲是不可以的，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必须要看到是你的存款证明，就是你银行里面肯定有这个钱收在里面，可以打进来马来西亚，随时可以打进来马来西亚、嗯、OK。 下一个问题啊，嗯，你定期存款是要存入等值于15万美元的马来西亚货币，还是15万美元？15万美元。OK。OK。第十六个问题啊，嗯，如果不是 Platinum Category 的其他三个组，可以投资股票吗？啊，其实是不可以，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讲了是不能投资。但是股票哎，也是投资吧？啊，所以确定的，如果不是 Platinum Category 啊，其他的组别啊，是不可以投资股票。嗯，不可以投资，什么投资也不能，也不可以在马来西亚做工，也不可以在马来西亚开公司，公司也是属于投资。但是如果说股票其他国家的那一种呢，他投资的，如果你投资的开户，户是在马来西亚，就是算的投资吧，所以不能开户在马来西亚。OK， 接下来啊，第十七个问题，粉丝问到想申请 Special Zone， 嗯，然后呢，有意送孩子去新山那一边读国际学校，有推荐的学校吗？在新山那一边？有的是有的，不过不会跟吉隆坡这样多选择而已。吉隆坡的比较多选择，比较多，很多选择。然后课程方面呢，其实是看自己看孩子吧。很多是过来吉隆坡是因为他们可能会碰到机会跟别的国家的小孩一起读书，一起谈话啊，有可能你碰到是日本人啊，可能碰到韩国人啊，澳大利亚美国人啊。在新山的话，通常在新山呢比较多是新加坡人，还是他们有工作在Johor， 在新山那边的啊，也会送他们的小孩在那边，也有这样的机会，不过选择没有这样多、嗯、有可能几间，吉隆坡有几十间。嗯，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吉隆坡这一边比较国际化。嗯，对吗？对。嗯，然后还是新山这一个 category special zone 的哈，什么时候能确定买房产的区域？什么意思 ？Special zone， 如果 special zone 的话、啊嗯，就是说在新山嘛，嗯，新山蛮大一下的嘛，嗯嗯，所以呢，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买房产的区域，比如说在Iskandar， 之前我们讲的 Iskandar 和那个 Forest City，、嗯、有没有其他的，还是整个新山？OK。如果这样来讲的话，我按住政府给的 news 的话呢，暂时只有 Iskandar 跟 Forest City， 以后还有什么地方还是什么房地产能不能买的话，就要看那个district government， 那个 district government 有没有申请他们自己的地房地产在那个 special zone 里面。嗯 ，OK， 好。第十八个问题啊，有粉丝问，确定了要申请第二家园的话呢，我需要准备什么文件给你？
其实现在我很坦白讲，我们还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新的政策有新的系统，现在最新的系统还没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大概什么文件需要到。不过我可以跟你讲，会比较少，比较简单。不过暂时你不要准备，因为每一个文件又有效期。等一下你准备好，你要申请的时候，你有效期已经过期了。有一些文件是3个月，有一些文件是6个月的有效期，所以你肯定不要准备哦。所以呢，就先等待一下正式开放申请的时候呢，再来申请吧。又或者你们可以先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给你最新的消息。OK， 接下来啊，第19个问题，主申请人需要给良民证吗？那其他义父的家属需要提供良民证吗 ？OK， 如果你讲的话，良民证是肯定。主申请人必须要有的，还有你讲接下来呢要申请的需不需要良民证啊？我现在回答不到你，因为这新的政策要求的文件还没出来。以前的呢，就是每一个人申请超过25岁以上，必须要给良民证。新的政策我们要等咯。OK。下一个问题啊，沙捞越有没有金融特区？沙捞越没有的，是没有金融特区。如果你要了解比较多沙捞越的第二家园的话，你可以 PM 我们。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有关沙捞越的这个第二家园啊。有人就在之前的视频里说啊，沙捞越只要住满30天即可，你可以在西马常住，然后呢就。只必须在沙捞越住30天而已。如果你讲是在沙捞越住满30天一年的话，是对的。如果你讲长期在西马住的话，是不对的。因为你申请第二家园的时候，你批文信里面讲你只有可以过来考察，可以过来西马考察旅游也是可以的，常住是不行的。那如果他在西马的话，他可以待多少天呢？按住移民局的法律来讲是90天一年，一年90天，他可以飞过来西马，但是他不可以长期在西马居住。对的，除非你是申请西马的第二家园，肯定，因为西马有西马的政策，东马有东马政策，东马还会分沙巴跟沙拉威耶，你要看你哪一个，你哪是哪一个。所以要了解东马那边的第二家园政策，可以 PM 我们咯。